明天就是台北市吉祥物熊赞的生日，为了替他庆生，到月底之前，台北市举办了熊赞生日会，邀请熊赞走跳四大地下街，还有商圈，来体验市集、浴衣季等特色主题活动。民众只要完成熊赞生日指定任务，拍照打卡就可以参加抽奖。那么今天熊赞走访了东区地下街还有市集，吸引很多民众前来拍照留念，他的超高人气也带来另类的观光商机。跟着音乐节奏扭腰摆臀，台北市吉祥物熊赞有着圆滚滚肚子和大眼睛，跳起舞动作利落不马虎，一旁小朋友也开心跟着跳。身为台北市门面之一，熊赞讨喜模样受到不少民众欢迎，纷纷抢着拍照。8月19号是熊赞生日，今年他的生日愿望是哥哥姐姐们来追他，因为到月底前他将会出没在台北市四大地下街和各个商圈，巧遇的民众都有机会跟熊赞合影。熊赞不要只是自己过生日，他应该也要出来拼经济，帮忙拼经济，带着熊粉们来到各个商圈，也有很多东西可以让你想要花钱。为了帮熊赞庆生，台北市邀请熊赞参加市集、浴衣季等特色商圈主题活动，民众只要完成熊赞生日指定任务，拍照打卡即可抽奖，有机会获得熊赞周边商品。生日前一天，熊赞走访东区地下街和市集，和摊贩们握手打招呼。蛮高兴蛮惊讶的，因为熊赞毕竟有20万的粉丝，那今天在地下街的时候带来非常多的人潮。19号生日当天，熊赞将到台北地下街体验游戏机 cosplay， 并化身西门町一日旅服员。20号将陪民众看大道城烟火秀。台北市借由吉祥物超高人气庆生活动，也希望带来另类观光商机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